大家在练习白描的时候呢，其实根本就不用起形，大概定一下位置就可以，从这个脸部开脸呢开始画起，保证中锋用笔。传统人物画它开脸啊都是一个模式，基本上都是这种椭圆脸，或者说是这种鸭蛋的这种脸型，然后小的这种丹凤眼，掌握好它的这么一个程式化的模式。主要在练线的时候，咱们走笔的时候保持一个中锋用笔，把线条给它书写出来，线条呢尽量的流畅，对这个手的结构，或者说对局部的有些结构啊不太熟悉的，大家可以单独拿出来练习，就是单独画画手，画画这个开脸，画画他的眼睛，这些走线。长线条尽量的用胳膊带动它，画的尽量的流畅一些。